OK， 好的，各位啊，今天应该大家除夕大家都在聚会啊，这个家庭各个家庭都在吃晚餐嘛。那今年比较不一样，以往啊都是安生爸妈会煮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但是今年呢，我们就决定在外面吃。我相信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多啦，或者是有些人会直接订外面的年菜哦。像我记得彼得爸还有老爸他们就是订。好，美福跟那个什么典华的年菜啊，对，所以那我们呢，今年我们就跟Anson 的表姐啊、姑姑啊，他们一起来吃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一间啊，是我认定啊，全台湾目前哦、啊，我所吃到，不要全台湾啦，就台北，我吃到最好吃的烤鱼，就重庆烤鱼。因为其实 Anson 之前跟默默啊，还有安生妹啊，在大陆在厦门的时候，非常非常喜欢吃一家烤鱼。那全台北市我吃了很多烤鱼，我吃不到那个味道。这一家有，虽然还是有一点不一样，没有大陆的烤鱼这么油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家非常非常值得推荐。那我们带大家进去看一下，哇哦，诸葛烤鱼。那这一间店呢，就在这个延吉街，这个吉林路288号，吉林路288号。我带进去看一下，诸葛烤鱼，大陆也，厦门那一间也叫诸葛烤鱼。OK， 这是地址，很棒。然后就是它的电话哦，大家可以稍微需要的话，你可以暂停一下。这不是业配，但是。真的很好吃，我推荐给大家。然后它还有13香小龙虾，小龙虾台湾比较少吃，但是我在大陆吃超级多。然后这是它的菜单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大家看一下。干嘛？叫爸比干嘛？没有网路啦，被我带走了。好的，这个就是烤鱼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在厦门吃的那个烤鱼，我之前有拍过一支影片，是介绍厦门那一间。那它是用长方形的锅，那这个的话它是圆锅，而且它有汤。我们在厦门吃的那个是完全都是油到爆炸这样。那这个是相对调过就没有那么油，可是它非常非常香，它的新香料。然后还有这节这个是什么？大盘鸡哦，新疆的，对，这个很辣，这一款还蛮辣的，对，然后但是它有很多新香料，然后那个辣度我觉得一般人是可承受的，是可承受，但是有一个很酷的就是它的那个鸡肉啊，它虽然辣哦，但是它那个鸡肉是很甜的，对，这一款我觉得也很不错，大盘鸡。然后那个烤鱼，它的烤鱼是怎么讲？它的烤鱼很适合喝酒下去配，因为它的那个我要怎么讲？我喝一口以后跟你们讲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。好的，我来装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有鸭血，鸭血。然后还有鱼，然后高丽菜，然后还有高丽菜萝卜等等。我来吃一点鱼好了。哎，鱼好。然后我们还有多点几道，这个是土豆丝嘛。这是土豆丝，然后这是酸辣粉，那个是什么？什么排骨？什么大骨？对啊，这三个都是不会辣的，然后还有一个高丽菜，还有一个高丽菜，就是点给波波吃的，波波妈妈，妈妈，OK， 然后来吃吃看它的鸭血。
哦，好香哦！你们盖不起来吗？那汤里面很嫩 Q， 很嫩 Q， 很弹 Q。来，师傅帮你上一下，这是鸡软骨。哦，鸡软骨。这边。旁边。那个。还有鸭血超下饭，嗯，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吃它下口。哦，很爽。他们，然后呢，他这个烤鱼呢，用这个油条，好像在厦门没有吃酱油条去泡吧？没有，台湾特吃，台湾特殊吃法，就喜欢把油条拿去泡一堆油，然后拿来吃，然后胆固醇超高。嗯，很帅。你吃他那个？嗯。再过来就是他的鱼哦，主角，他的鱼。因为其实我吃过一些烤鱼，有些鱼它如果不是很新鲜的话，它就有一种鱼腥味。它这个看起来感觉还蛮 safe 的，看。哎，嗯，它那个是甜的，可是它煮的其实蛮烂的，就是到嘴巴里面一压，它就把它化掉了。美拜美拜美拜，然后还有其他的，我觉得那个土豆是我非常感兴趣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土豆丝，土豆丝，这个正在，听说这不好煮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哦，哎，它脆的。欸，它有点那种酸酸的感觉，嗯，因为土豆就是那叫什么番薯嘛，马铃薯啊，不是番薯，马铃薯你去切丝切那么细，你去煮它很容易就软掉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做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先把它拿去炸，先稍微炸过让它成型过油，然后再下去炒。听说这不难，就是不好处理。可是我觉得它这个马铃薯的酸酸的味道好像还不错，很爽口，很爽口。一条我一位，我的两百，好吧。摸你来喝一杯，嗯，对。你这样办吧。好了，我们也吃的差不多了。我觉得必推的就是它的烤鱼，啊，这个大盘鸡哦，然后还有这个土豆丝啊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茄子，我没吃，但是你们很推是不是？好，茄子，对，这是咸蛋茄子这几道，啊，那高丽菜也不错。刚才菜弄得蛮香的，嗯，所以还 OK。那我就该，我等一下就来跟大家分享，究竟我们这样一整桌吃下来多少钱？好了，那我们已经吃完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总共消费是3370加服务费，总共是3707。其实我觉得蛮划算的。哎，你干嘛？然后我。然后其实像今天虽然说是这个
这个过年哦，但是没有加成，什么都没有。哎呦，好了，没有下去，小朋友。好了，你到底要干嘛呢，小朋友？好啦，那今天除夕也吃完了，好不好？刚刚发红包也发完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舅舅家领他的一些红包，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要去发红包，所以就走咯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